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儿子的见证，他在出生两个月时就开始有湿疹问题，而且皮肤状况维持了两年。在那段时期里，儿子的皮肤总是发痒，而且很容易就会被抓伤流血。我们必须要小心控制他的饮食，不能让他吃到含有鸡蛋和海鲜的食物。由于皮肤发痒，导致他无法好好入睡，他也只能穿纯棉衣服，因此我们必须把他所有衣服都换掉。随着湿疹的情况恶化，我们只好带他去看医生。医生总共给他开了五种药，当中包括口服药水来舒缓他的皮肤状况，让他可以好好入睡，还有药膏及类固醇药物。当朋友向我们介绍爱康蓝藻时，我们全家人包括儿子都尝试服用。我们让儿子每天服用爱康蓝藻两次，每次五粒。在短短两个月里，家里的佣人告诉我们，儿子的皮肤状况改善了很多，儿子皮肤的发痒率还有红肿程度都减轻许多，让我们高兴不已。经过两年的折腾之后，爱康蓝藻终于帮助改善儿子的皮肤状况。儿子目前已经15岁，他的湿疹问题也不再发作了。如今他非常活跃于运动，而且也是学校足球队成员之一。我要趁此机会感谢爱康为我们带来那么棒的产品。事实上，我们已经服用爱康蓝藻将近13年了。谢谢